难啲啊！你做咩嚟啊？这个政治不正确，他自己在找坐标了，他自己在找坐标了。哎，再往前面一点就到了，往前面就是安全区。哦，安全区哦，对，很近很近很近，隔壁而已，前面一点点而已。可是只有 X 走啊，可是他自己走错边了，他走错边了，他往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好烦哦，还要先灭绿的，哎呦，打了吗？终于决定了吗？决定好了。他到岩浆了吗？要拉弓了吗？好惨啊！他既有弓，他既有哎呦，有弓，巧克力退了，他不瞄箭吗？蓝队过来呀！快点拿节制克星射他！哇，好猛哦！哇，这猛哎！就是哇，这个猛，这个猛，赚一个石头借箭啊！嗯，石头借箭。可是边界要来了，对啊，他们这样子会不行哦。对啊，他们有要巧克力，应该是在想把他们堵在边界这边。另外一个人在挖路了，另外一个人在挖路了，他在挖路了吗？一个可以啦，哦，法师在挖，法师在挖，法师已经在安全点了。对，所以他们等下可以过去，走过来的。等下这边放蜘蛛网，还好。把他挖下来啊，黏住他，黏住他，下来的话，哇，挖了哦 ，Go Go Go， 闪闪走了，闪闪在干嘛？走啊！哇，居然没举盾啊！满意了，他射一箭，满意了吧？开心了，走了，好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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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爽到了，爽到了，对了，打到了，打到了，好爽，好爽，势必要过来啊，不然对啊，蓝队得过去啊，打下去是不是很接近对土？土的位置啊，对对，感觉哎，蓝队一定要走了，这一定要走了，蓝队太远。可是哦，紫队还在盯绿队，在那边他们应该过不去。但是蓝队一定要过来啊，不然他们会被边界压。是啊，在上面还好，已经在旁边了，只是要走过来的问题。兵装行者冲了，他们可是哎呀，不行啊，鬼鬼你的后面，鬼鬼在干嘛？屁股啊！你赶快走啊！不然啊，完了完了！游泳游泳游泳！不要举盾游泳！不要举盾啊！你这样子会更痛啊！哎呦，又被夹到了，又被夹到了！快跑！快跑啊！快跑啊！别理他们啦！不要为了防他们的箭，然后你们就被压死啊！我在干嘛？哇，可是也被压了！完了！走右！哇！对啊！打起来，打起来！巧克力被打到扣零滴，对，对，零伤害耶。鬼鬼也是，吸收吧，一开始有可能吸收。哇，绿色了，剩绿色了，神之鞋没了。啊，没了，完了，开门喽！开门喽！开门！开门喽！FBI 啊！哎，边界来压屁股了，边界来压屁股了，边界来了，边界来了，正好。哎呦！很难带画面，好难哦。对啊，有上下挡住了。哦，有了有了，在山里面拍好。从下面，从下面往上看，从下面往上看。好，停了。没事没事。哦，高度是65哦，65死有问题了。那个高度限制，现在应该是哈基他们比较有优势吧？对，65到75哦。所以他们要下来，他们要下来，对，上面都要下来，上面都要下来。蜘蛛网看会不会那个粘到哥，粘到就爽了。哇哇哇，射了射了射了！哇，又来又来，蜘蛛网又是蜘蛛网，各种蜘蛛网，好，蜘蛛网攻击，蜘蛛网攻击，蜘蛛网，哇，都被收掉了，挖掉。先下去砍法师啊，蜘蛛网。法师的血回太多了吧？哇，法师也太多，对，法师怎么那么多血？太可怕了，很多金苹果，金苹果啊，真的。他技能挥到一下吗？挥到一下就很开心。火焰剑，火焰剑，跳下去打一打就赢了。火焰战士啊！靠哈基了！啊，他想要挥吗？打起来，打起来！加油，加油！哦，有射到，射到！哦，两下，两下，射了两箭哦。有射中，有射中！哇哇哇！反击，反击，反击！岩浆，岩浆！啊，可惜，两箭！可惜，可惜！哈基是不是很想砍人呐？我对，因为他那蓝烧剑吧，蓝烧剑啊。砍到会很帅，一直克哎，他只要互相丢，他们在交换金苹果，哇哇哇，那个岩浆，苹果想灌那么多啊，边边的位置，灌水灌水灌水，对，小心，小心，哇，四滴血补到快满了，哦，是是是，危险哦，这个，好紧张哦，我咬下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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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咬下来
哈基砍啊！哈基砍啊！砍啊！哈基！哦，要下来，他们下来，他们下来！哦，岩浆，岩浆，岩浆，打了，打了！哇，要有影响啊！砍一下，砍一下！哦哦，哈，砍一下也好，砍一下也好，砍到了，砍到了，朋友！啊！水的关系，谁看到的风力山？哇，结束了！为什么还会有那把剑？解开我们的风力山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太过分了这个！哎，如果说在海上，我们就赢了。真的？哎，我要抗议啊！你们被边界压死了。是我一定要抗议，为什么这届新人活得这么舒适啊？你要问那个啊，凡心啊！我就是要问你们有没有看到新人，你们一直跑，我怎么问？不要问啊，不要骗了。有没有看到的？法师被抢走了。有没有投石问路？我投斧头问路啊！投斧头问路，好痛哦！我都在外面绕了一圈船了，结果你也坐船一起。我就是要问路嘛！哎、欸，哲辉，你前面真的惹那个什么，引起超多注目的、欸，起码三队都想打你、欸，起码三队。对啊，就是繁星嘛，我们跟小雨都想打你，你知道吗？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我只是在躲繁星，好吗？就是大家都想打你就对了。嗯、人见人打哎、欸，就是看到繁星在追你，追我们才放过你啊。看到他往海上跑，我就没有去追。我们来看一下资讯哦。嗯，啊，不老实啊，699，六九九，好厉害！不是说绝不容忍吗？对，看我们这一队好不好？这惩罚有点轻啊！这一队超过那个，没有超，有啦，已经比平常少很多啦。你看平常800，平常你看我们蓝队都没有鱼骨哎。没办法，一定要加分，有没有？88可以再高。繁星最加分，繁星96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那个我们整队加起来没有96，哎呦，加起来应该也没有，我们这队应该也没有啦。这个影月影多少？我60、67，哦，有超过啦，超过了，因为我在往下挖，所以会比较。对，我是达人。哇！38都没挖到。金苹果，金苹果，哇，好多金苹果，一直掉，一直掉。再来，再来，他寄那么多黄金，这样可以做几个那个啊？我挖的全部都给，我全部都给法师跟闪闪吃掉了。哇！给别人了，哇！牺牲奉献，可怜哇！大富豪家，哇！14颗，超猛了，一直挖到，太强了，真的不要出门了。哎，谁一直在点呢？14颗，好猛啊！24哎，24真的很多，我们集资给他，很凶哎，我们全部给他挖了。对，我说我们输没关系，零吗？后面都是零哎，我们为了让他在这里，我们是钻石姐妹，好会挖的，会挖，好猛啊，全被挖走。没有，我们说我们输没关系，阿挖钻石最多一定要有，对。你们知道吗？我们输也没关系，因为我们在冰上行走。哇，怎么是？繁星受超多伤害。哇，另外一个我。繁星一直很疼。哇，好痛啊！他到处杀人。哇哦！杀杀杀！杀杀杀！那个影月一开始看到影月的时候。他又把斧头给丢出来了。你跟你什么时候变得跟我一样了？我在和东西哦，然后一转看到你要出，什么时候也会丢武器啊？出来了，吓到！哇塞，吓到！我真的，你知道我一转头看到两三个人冲过来，很可怕，你知道吗？那些有先看到你们，然后我们就回去把铁装弄一弄，然后就杀过去。嗯，影月，我跟你看到一样的景象，我只是没有把斧头喷出来。好可怕！好啦，结束啦，结束啦，辛苦啦，拜拜啦，拜拜。你冰霜行者哪来的？你有没有？
好久都没有人自然死亡，都没有办法选雷神。对啊，那可以选那个啊，被边界压之类的啊，没死的有扣血的啊。对啊，没有，因为我们刚刚没有有人死就优先死嘛，没有死就是找那个扣血的、啊。没有了，他们。对啊，不知道就是没发生了。法师是不是你啊？你又在辩解？可以，法师吧。我是提他点，我问他三弟，可以提一名法师吗？可以复议法师吗？被那个僵尸给包围哦。他从那个我赞同，可以顺从民意吗？我顺从民意，可以。法师就是你啦，人人要你耶。什么叫人法师？法师当选，恭喜恭喜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恭喜！可以啊，恭喜法师，恭喜法师！你想要怎么辩解？你想要怎么辩解？好，听一下原因嘛。好，来，啊，所以有原因是不是？喝酒了是不是？好，您容忍，您容忍。酒驾有什么原因？酒驾有什么原因？不能容忍啊！我只是酒驾喝酒开车嘛。看我们的队员有点少，我找了几个来帮我们。他从一个洞里面挖开来，然后他带了一整坨整个军队的僵尸过来。整军队，整军队，我们整个战斗画面，我也有那个画面，好猛哦！好猛，而且还有两只小僵尸一起过来，还有那就是法师啊，那还不是法师是谁呢？差点死了，如果死掉一定是雷神的，太可惜。我觉得他在我心目中就是不二人选，就是啊，没有我理解。话说这个地图有中介祭坛那里耶，有吗？你们那一队不就去了吗？对啊，我们有去，没有找到祭坛，可是有找到图书馆。哪里啊？哦，没有什么好的书啦，只是就很扯，都是在边边啦，那个对边边太屌了吧？边边看一下，好猛哦！我找一下，来边边边边有点难。真地狱吗？然后我先关台啦，大家拜拜喽，拜拜拜拜拜拜！看一下这里，对海底岩浆，快点从瑶的手中抢到法师。好冷啊！哦，我看到了耶，我到祭坛那边了，真的假的？哪里？对啊，我在一零，你们要截传我是不是？直接 PB 就好。嗯，我到了。哦，哇哇！跳成就了，怎么被拆成这样？这个图收掉了，有屁孩成这样？谁呀？那个宝箱就不好说了。那个在变现外，这个在变现外。我看到门的，我看到门的在这里。宝箱在变现外也太可怜了吧？没有，有两个，一个在内，一个在外。哦，哇，好破哦！门在哪？门没有倒。这里。这应该也是在边界外啦，这么可惜，开箱耶！对，这个在边界外，这个门在边界外。幸运三附魔书，图书馆，好，图书馆都烧掉了，厉害，幸运三哎，幸运三，可惜在边界外。幸运三太好了吧，这拿到不得了哎！我没有拿到幸运，拿到刚的24颗就变成60，哇哇，人人一套，开门了，可以去中介了，打龙了，打龙了吗？因为尽情想去打龙就去打龙，打龙，这到底在玩什么？天啊！关，恭喜啦，恭喜啦，拜拜，不打龙了，打龙了。哎呀，今天哦没有发挥到什么，我觉得好难过、哦，好难过。感谢今天收看，我觉得今天的精华好像也蛮长的啦。今天有一个30分钟的影片，记得去看哦，因为我真的尽量说不出到20分钟以内。啊，好啦，至少有保护到妹子。好啦，感谢收看啦！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。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那我们下次见啦！我在打什么？拜拜！欸，我在打什么 COM 啊？好，这样子。好啦，我们下次见啦！拜拜！我明天 Amigo 不会开台。那。后天人也哎，我明天要下台中，后天人在台中，我大概礼拜五回来。哦，打过嘞，快了，大概礼拜五回来，所以这之中会有 Amigo 的表单什么的，记得去留意粉专，然后去参加抽奖活动。哎，你们抽奖不用钱，反正就是记得去抽，我们 Amigo 2周年。
那如果有兴趣，我应该有关麦吧？有，那就这样子啦，记得留意粉专哦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，拜拜。有没有人风之谷在留的有真独眼巨人的演示啊？我想收一个，我想拿来玩。拜拜咯，拜啦拜啦拜啦！啊，今天都没播广告，好亏，超亏，亏。